我和爸爸比赛画小舞，这是爸爸画的小舞，像糖不是糖，不能用嘴尝，帮你改错字，纸上来回忙打一学习用品，你几秒能猜出来呢？据说给这条视频长按3秒点赞的，下次考试一定能考得更好哟。这是我画的小舞，我觉得我这次跟爸爸比赛估计又输了。历史上有一个人跑得最快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为什么是他呢？这两个隐藏的表情包你手机里能打出来吗？你猜猜我画的这个小舞在干嘛？他要和粉丝们比赛唱孤勇。